现在也是一具尸体了吗？哼，哦，还没快！有，你妈的妈的，居然变尸体了！大家趁热啊，趁热，好的，大家趁热啊！刚解你围打一具什么？尸体又来了，大家趁热，要重庆话吗？你要说自贡话吗？我可以说自贡话的呀。来嘛，反正都差不多，我们都听得懂。你来开头呀，快点呀！我跟着你的视角了啊。你跟我试着哈，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就是 F9 要对麦乐鸡块的这个第二场比赛。先来看一下出生在地图右下方红色的人族选手，就是 F91。不要报他，不要报他什么族啊？哎，对啊，我怎么报出来的？哎，他应该报没我听的吧？族没关系，不要报他的族啊。出生在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的选手呢？哦，不对，说错了，左上是麦乐。角。左上角左上麦乐他的鸡块，邪心，我操！左上角麦乐鸡块是神族，我觉得这个我好好玩。麦乐鸡块一个选手，我跟你说嘛，其实还是多强的，有好强吗？我很有印象，他天天狙击我很多次。你妈的，这是怎么解说？我操！不过重庆小哎呀，贤重庆话是很了标准的，没有标准，我的重庆话跟成都话夹着的。那你用成都话再说一下，看试试看。麦乐鸡块，麦乐鸡块，麦乐鸡块这个选手还是很强的哈。的确，的确，成都话要嗲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是成都话是比较嗲。嗯，好，现在麦乐鸡块的开局。我不能告诉九幺，因为九幺如果晓得的话，优势就会很大。九幺现在好你妈贱，我靠，上来就封别个的气矿，太你妈贱了！老是做这种事情，不愧是老流氓。哎，四川话里面流氓怎么说来着？四川话流氓有没有特别词？没有，就是。好像就是流氓，就是流氓，没有那个。他们说我们是成都郊区的话，妈的，老子就成都郊区的话，怎么样了啦？我也是郊区的，我们都不是成都人。我们就郊区的，干嘛嘛？你们两个很烦，你们知道吗？这种二流子，对的对的，二流子。就要这个二流子，你妈打得好，你妈烦！妈个蛋啊！上来就选择了双开，双开 VF， 还挂一个双倍，现在下两期，就要还是要以骚扰为主。哎，成都话好像说的说出来要嗲一点，好你妈烦！好烦哦！老子招不住小贤说的那个成都话了。不，他成都话蛮标准的，真蛮标准。成都话是这样说的呀。是这样说的，好烦哦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九幺的开局啊，九幺出来个地雷，准备要选择空投地雷。现在又用一个死神去骚扰，九幺这二流子打的的确是有点。不应该说的确，应该说确实打的是有点，确实是打的有点贱喽。不，主要是你说的时候，你就说着说着就会说成普通话了。对，习惯了。好，死是没有死，潇洒走一回。干你妈！招得住？你们是这样说的呀？招得住啊！真的是。好你妈头！F91，你妈你个头逼！你妈的！你妈，运输机都没出级，你就选择三开，你说你有好头？你妈你就不能正常打一下呀？他觉得他现在优势大，他死神到现在都没动。好，终于死了，这万恶的死神终于死球了。
闽南语，我们谁会说闽南语嘛？都不闽会。南语不会，闽南语太难了，闽南语闽南太难。的这个谁会吗？不会不对，会。闽南语太难了。大家娱乐一下就好了，因为九幺的比赛我们本身也没有抱着一个欣赏的角度来看。闭嘴！你说啥子我嘛？真的很烦。你说啥子嘛？你不舒服你来接说噻，你打锤子比赛。啊！我好烦啊！妈个蛋！你们这两个，哎，你说啥子嘛？这才是真正的聊天流。你以为你的聊天流，你妈很凶说。狂言聊天流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这直接两聊个，的，你根本就打不下去。我还真有点打不下去了。我觉得他语音得多顺的嘛。那瓜娃子。人口都没开一下。我现在不能说卖了几块的打法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九幺现在投出来了，投出来了，他这个经济特别好。耶，九幺你说话噻，你要干啥子？他不想理我们两个了。锤子，他反应不过来了，现在。不是，我从来没有智经历力过有这点种。低。妈的，这个聊天流还是有点给力的。哎，两个摊开还是稳。嗯。还在路中间埋了颗雷，好硬哦。好，没有吃到，没有吃到雷。九幺，你现在要咋子打呢？我现在不知道我怎么打。你要跟观众朋友他介绍一下你的打法噻。你不介绍，大家当然看得懂嘛。没有，我自己都看不懂我自己的打法。妈的，我管观众看不看得懂？你告诉我怎么打吧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打。A 出去 ，A 出去 ，F 二 ，F 二 ，A 出去。两个坦克了，该 A 出去了。你要想一下，你要想一下，全太阳是咋子拿冠军的？你想一下，你妈 A 出去就赢了，英霸的种族。哎，好坏哦！我靠，你现在气势有点足哦，九幺。哎，你们闭嘴好不好？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你总要聊天流是这样子的，没问题的。好生打就是。他那是找借口，说啥子不会打。你看人口都没卡过。哎，也对。你妈，你装！妈的，你们两个，妈的，这个聊天流，我操！妈，你说起来你打不来，但是你思路还是很清楚噻。看暴兵也没停。对噻，你人口也没卡，正常哦。哎，你平时打这个游戏，每天都预欠两三千。你现在跟我聊天了，你现在只存了100多块钱，你说你打不来，你骗哪个？你当我都是瓜娃子说？哎呀，老子遭不住了！哎，卖了这个感觉有点怂，遭他两个坦克黑怕了。嗯，中出来耶，兵呢？不接了。我靠！我好猥琐哟。你妈！你们藏得有点深，太你妈贱了！你们这两个，我怎么招得住嘛？快点儿！你把空投噻，你快点投噻！不要，闭嘴，闭嘴！你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我现在很烦，不是紧张。啊，他打双线，他要打双线。啊，等双线配合可以。你看思路好清晰嘛？是噻，到现在为止，我靠，两位数。都没预期，你妈你就打出你平时200%的实力哦！哦，你干脆把这个音录下来，以后打的时候边听边打，我觉得。以后我解说我就这样子解说，你肯定打得好。好，正面 A 上去了，投起来了。哎呀，要玩智力啊！要玩智力啊！双线来呀、啊！双线来了。三框要掉，三框要掉，掉就潇洒走一回噻。走了就要快点，要死了。啊、不是他还要换兵，他觉得他优势很大。你妈，哎，这三框还没吃下来，人家分兵收了。你妈，这双线全部送了哟！哎，家里面还被双线呢。哎呀，家里都人家烧着了。哎，老子遭不住了。
现在九幺的三矿到现在脉络这块还没看到呀。哎，好像是。妈，所以说九幺是个头逼。招不住你们这个你妈的这个方言解说了，真的是，干嘛咋子嘛？看不起四川人嗦？你妈！你杭州人要搞地域攻击嗦？你啥子意思嘛？哎呀我，你听不起四川话嗦？四川话多好懂嘛，大家都听得懂。四川，我的观众20几万观众都听得懂，你听不懂。你妈，你婆娘还是云南人？云南人云南话跟四川话有啥子区别？差不多。是噻。哦，你平时你婆娘就跟你说普通话说，不说云南话说。哎呀，就要被泼到一起了。有点多哟。感觉很厚，这不。哎。哎。走过路过还要买可乐。重庆话说婆娘说她说堂客是不是？哎，堂客。你堂客是云南人哦。哎呀，堂客咋点了一个？只有我靠！一波冲上线，后面堂客疯狂输出了。妈打不赢哦，打不赢，打不赢。妈一顿疯狂操作，然后所有的兵都送完了。哎呀，后面来了一颗雷，但是无关紧要。哎呀，快点打鸡鸡退呀，赶紧用杭州话来过来跟我解说。跳脸了，死了，快点退了，闭嘴，烦死了，妈个蛋，哎，基地都掉了，不要打了，快点儿，我都没得了，够快，你摔锤子有啥子好摔的嘛，死都死球了还得甩，跳脸了，快快点，不要被羞辱啊，快点退啊，哎，狂了，该炸要炸了，太阳拳，太阳拳，快打太阳拳，抓不住了，哎，太阳拳来了，拍基地啊，拍基地啊，快点退，快点退，拍基地啊，哎呀，老子他妈真的受不了，妈的，聊死了一个